他的条件以小三界来讲，对不对？迷人，而且他交往过一次。鹏哥不错，鹏哥鹏哎，帅帅，成熟男人的韵味。弟姐，请小心，真的。你看看孙鹏，讲给他听的。今天我们要讲令人无法招架的小三女。哎，等一下 Lucy 要给我们一起有一点意见，一起当小三。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攻击性？好不好？第一位我们有字卡来，你看哈，危险小三女。Dolly，这个名字就已经有点名字重，名字就重。Dolly，年龄23，嘟嘟后，对，没有法律责任。对，哎呦，为什么23没有法律责任？你18以前就有法律责任了，而且不能十几岁哦，十几岁还没有见过世面，对，已经这种已经懂得男人要什么，对，是不是？而且会配合各种招式，基本经验都有。对啊，三维34C2534，哇塞，标准身材，哇，这勾人。他的个性厉害了，性感温柔的小野猫，喵，哇哇哇，小野猫也是会抓伤人。交往过的人夫曾经交往过一次，哦，光这样的一个条件，嗯，你们给他打几分？8分吧。危险指数差不多7分。7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7分？不会做菜啊？这交往过人夫，对不对？是。对，就是以直觉，这个不能算，这是经历啊，经历。你要考虑是以上。我为什么讲七分？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讲的为什么会有婚姻离婚，他们就做了一个统计，就是他们用胸部的比例来做统计，是的，从 A 罩杯、B 罩杯、C 罩杯到 D 罩杯，哎呀 ，A 罩杯的离婚率竟然高达60%，好像是60几还是50几？哦，离婚率就对离婚率的罩杯，然后呢，B 罩杯好像是30几 ，C 罩杯就到10几 ，D 罩杯只有10%不到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给他的就是基本上，我让他C来讲，我就给他70分左右。70分，用罩杯来讲，70分，所以就是有统计，这是科学统计。这个国外也有数据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鸡罩杯是一辈子不会离，大概比率大概1%左右，也取不到鸡罩杯零吧？要看病吧。我七分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整个外貌，就是看字面，端看字面的话大概7分。7分，冯哥几分？他嫩，因为他刚结婚，对，那这种就10分了，不是啊，不是，这样就保分了。我们现在问的是指数，不是说想不想。你哎呦，哇，对啊，你这个发疯了，你。我是说他的条件以小三界来讲，对不对？迷人，而且他交往过一次，他就是有经验，他愿意再交，表示他会配合这个游戏规则。OK， 哎呦，哇塞，10分，而且交过一次，一点都不腻，而且有一点小经验。弟姐会看呢，弟姐，请小心，真的，你看看孙鹏，讲给他听的，头头是道，他在分析。哎呦，你目前为止人还没出来哈，我12岁就出来走路，超屌啊！我这是在走路，12岁才跳了，12岁才走路，那是以前都是那个。孙鹏，你说你12岁出来走掉，这些不算什么。小康8岁就跑步了，没有，现在就是说他的条件非常的完美了。注意哦，目前没有看到人哦，他的危险指数现在目前是32分哦。来，而且看到你可以扣分哦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算你可以扣的。这目前第一印象，对，好，欢迎多里。多里。这个危险指数高了 ，OK， 加分加几分？这个应该要到9分了，9分变9分了 ，OK， 你好，哇塞，多利，你觉得你的外形最吸引人是什么？比较成熟，然后皮肤白皙，然后身材方面呢？你对自己哪里满意？腿啊，来帮我们走个秀好不好 ？Music， 小三来走秀。您的兴趣是什么？等下驱哥这集很他手举起来 hyper 哎，没有嘛，我刚只是这样。你平常兴趣是什么？平常兴趣啊，就逛街。逛街。OK， 那不太晒太阳哈。还好哎。那如果说你那个就是你接触过一次人夫，如果他打高尔夫球叫你陪他去，你怎么办 ？OK 啊。那晒太阳哎？还好，我就在里面。OK， 那我请问你啊，你这一次这个接触人夫是
接触他的时候就知道，还是交往后你才知道？我是交往后才知道，就是已经爱上了。交往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。对 ，OK。那知道以后怎么办？知道以后就也蛮我的。发生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次，就是他要接我去吃饭 ，Yes。然后就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定点，然后要停车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女生就突然拍他的车窗，然后就疯狂拍哦，就叫他下车。然后我就觉得哇。在车上想说是发生什么事，抓到对啊，然后就那男的就下去了，然后他就跟他讲了很久，然后就我在车上我就想听到他们争吵，就觉得知道是什么事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他太太对不对？不知道 ，OK， 对啊，这是重点，好恐怖，所以当下我就觉得，所以说你在车内也傻眼了吧？傻眼啦，怎么会这样对不对？不然在里面好爽，哎不装啊，那他太太有没有比你漂亮？要讲真话。他太太有没有比你漂亮？我自己讲不准吧。应该没有了。他跟你年，我们这样讲，他太太年龄跟你差。他们也新婚没多久。新婚啊？我想有些男生是员外命，每年要娶一个。什么有谁冤？对啊，员外小时古代就这样子啊，一年娶一个啊。那这还算客气？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他是有妇之夫之后，你又多久才跟他离开他？没有，当下就不用。你就下车了。当下我就转身就走了。哎呦。有骨气，有没有一直勾勾顶？就是有一直打给我啊，可是后来是他老婆自己也打给我，因为他知道他拨出去的电话号码，是，然后他就打给我了。然后打给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我也知道你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也知道他老公自己会出轨，他男就是他老公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前科了，有前科了，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就他就跟我说，我希望你们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拜托你，等一下说是你老公自己打来的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当下也是超生气的，对啊。可是事后我就跟他讲说 ，OK 啊，因为这样的男生我也不要了。这个事情多久把它处理好？就是隔天当下我们就讲就处理掉了，第二天就等于是干干净净了。嗯，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还蛮果断的。我很理智哦。对啊，我很怀疑，这感情这样这么这样就容易就这样断掉？才一个月而已。要是你的话，你绝对不会这么容易跟他断，对不对？要是你，你才不会跟人家断。讲我？现在没有吗？现在哦。没有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成熟的，然后贴心。好成熟，我是老成。喜欢贴心、成熟的。那如果以外在来讲，我们五个男生，你喜欢哪一型的？这鹏哥不错。鹏哥帅，帅，帅，成熟男人的韵味。而且刚刚你给人家十分，迪姐，你看看怎么办哦？真的糟糕了。姐就是来聊一个现象，讲一讲哭了。现象。录影前还跟我讲，我这一集讲话要小心一点。明白吧？然后马上给十分。我跟你讲，身为一个艺人，就是要有观众缘，明白？这个大家喜欢我们，这是好的。有一点桃花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是谢谢你，这样欣赏我，这样欣赏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。谢谢。